开始，我是从十二月开始已经是高温这比赛了，然后呢，然后一月三十一号，老魏先生然呢 ，pass 电话给我，叫我呢拿这个电话拿去弄，我爸爸一开电话出来 ，WhatsApp 啊全部 call 进来，不懂那个 SIM 卡已经是 activated 了，我不懂他们是拿我资料去弄介入呢还是怎样，所以我要查清楚这方面的问题。